在后边一个，然后你这样。好，今天就开始讲月红了，抢一层就五层啊，是吧？我输一盘赢五盘，杀一层降十层是吧？那个徐州屠城那个，哎，那一招厉害，劫一层就两层，都是免费的那个，可以了。哦，谢，真的是两个艾克，艾克低头。好，我看一下广州最强艾克决定战，这里是蓝色的艾克，然后这边唐奶包用的是一个红色，这些都是哈哈技巧，相差很远，攻胜为胜，不进一万人之兵，对，其实不战而屈人之兵。其实你知道吗，克里斯选了跟他艾克低头，那么刚才我就被唐奶包不战而屈人之兵了，我操，为什么自杀了你？我真的是忘了那个，就是我最近玩那个玩 DK 玩多了，我真的忘了那个音是怎么回场了，那个角度调的很那么拉稀。我跟你说，我现在玩杨林玩太多了，被打飞的时候用啥角色都要选一个下逼，所以大家不要乱接着说什么换兵啊，这种真的是一种诅咒来的，这是一种诅咒。因为冥王呢真的是从头没有换过一个，甚至除了要打 KOF， 迫不得已要抽。不，还有出新角色的时候照顾直播效果，要直播一下才会换一下，平时都是憨厚的 DK， 而且 DK 就是大战斗里面的和平大使，是不是和平大使？不战而屈人之兵，这是最好的。哇，屌到！我刚直播间有一个叫太星星嘅，专门要点播太星星。哇，唔系斋，哇唔系斋，好，知道吗？菜爆啊！我怎么知道前十有谁啊？就没东西吗？什么东西？你说什么？你要走了是吧？没有东西，那没办法，什么没有东西？看，看排名，没有排名。你认不认得出哪个？没有排名。其实我最喜欢的胜利啊，就是数据都是错的，那些排名都没有，你别看排名啊。我觉得真正大乱斗的胜利就应该是叫做算法还没弄好，胜之不武。胜之不武的胜利就是最好的。最厉害，那个 left 会给人会给别人什么心里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？冰王，对吧？对，应该是冰王吧？不是你吗？大家记住一个，大家记住一个。低头理论呐、啊，如果低头都是菜的赢 啊。对，如果他不忘，所以克里斯选择跟你艾克低头，就是。但是呢，这个理论为了赢不择手段。这个，但是呢，这个理论只说了前半句。哦，对，是你哥。虽然我们知道低头都是菜的赢，但他并没有说是这个角色菜还是基本功菜，他并没有这样说。哦，那是。所以这句话是有所保留的。所以我是为什么我这么喜欢这句话？啊，为什么不康呀？如果是萨菲罗斯早就安心的扛上去了，但是艾克这个扛啊就很难扛。哎，这能杀？能。艾克这么重，90哦。强就是强。菜就是菜。这是这个啊？贴是贴，合是我贴。我是我贴合。现在长仔包应该是处于八旗的领域，那么克里斯可能大概就二八开，大概就成功吧。你又懂了，你又懂了。那谁是成吉思汗？成吉思汗不在这里，蔡王哥在上海对吧？那个阿叔，国人最强艾克是不是某叔？谁呀、啊？等你睇成绩咯。成绩啊！全真包第一次嚟过 CSP。系喎，佢预赛唔嚟，入唔到 CSP 噶。佢预赛会嚟啊，唔系呢啲就系咁，你就算唔入 CSP 都入数据库。
起码可以睇到一个人。我们打工人怎么有机会来打 CSPR 呢？你乱 Q 吹。你现在不就来了？我今天是因为刚好那些学生要期末考，他这节课就放了一节，让我从中插了四五个小时过来这边。太拼了，康。先走一步，拜拜。不然的话，月赛记得又要来哦。月赛记得来啊，尽量吧。好。不然的话我应该，其实我差不多要走了，五点多我就要走了。二一，二一是吧？对，二一。我今天好像都没有玩几局，但是看了挺多很有趣的比赛，也够了。都话守唔到，守唔到，因为坑，你就不能漂亮，你就不能允许别人有一刀不能守吗？你就不能允许别人有一刀不能守吗？别人就是可以白嫖回场，你不服也要去。哎，横滨还有一个手法，你往他前进的方向喷水，让他冲出去，他会留在原地，让他冲出去也可以。应该不行吧？问到这种问题我就不说话。佩斯现在都已经是个渣男了，渣男是不配赢的。他没有很渣，他渣了队长渣就回来了。他摸了，他很久没用队长了。他今天还跟我说要玩鹰哦。说是这么说。我玩三个角色。我就很勇敢了。现在我要成为一个 DK fans。不存在的。Along with， 现在我要成为的是 Left Fans。哇，漂亮这个！哇，好拼啊！这个再追多一刀。Chris， 哎，你看速降抓克里斯，你为什么不用？克里斯抓也很少，主要是很多能抓的机会他都不去抓。我之前跟他有一次跟他打多了之后，他就开始用速降抓了，但是他现在又忘记这种感觉了。Forgot this feeling 啊！不是对你没有感觉啊，是你没看到。好，再来，再追一刀。好，他交跳了，克里斯交跳，但是。人生如戏，漂亮。还有呢。拉得回来。给我把对面拉下水。克里斯这能这能赢。哇。行了。放低了。主动好大压力嘅啫，全世界睇住喺度好嗨。全世界只两三个人。尤其系马哥呢啲。现在是什么 ？DK fans。就是。为什么克里斯被别人？那如果你被冥王打爆，我肯定吹爆冥王啊！屌。哎，漂亮。肯定狂吹。打友谊赛吧，现在。有牌。基本上没有比赛了。哇，他要续杯打苹果。我都在打。W 吧。现在说什么？哎呀，打 Yoko 啊！为什么广州世界赛总是会打到后面会有一些这么强的人出来，就离谱，就离谱，不世出嘅，就离谱，每次都是觉得就那个咩啊，操！你没发现每次的新都打不过，结束了，每次新人王打到决赛，解说一般都是说完了，我上我也打不过。太浓，混子，你能不能来？你来亲自杀好不好？在青岛，你来亲自跟我说，还签好，签好，签岛，签好，在青岛是吧？那木有办法。巴黎，你看，厂长，哇，多利啊！为什么克里斯别人打对他上逼啊？没有，你看，厂仔包拿出。拿出加农有没有当年 Force 5 NKL 拿出贝尔斯那种感觉？我差不多的，有那位。你一局都拿不下我，最后一局了，我就换一个别的玩玩。然后下一次继续用艾克参赛是吧？对，没有不行的、啊。可以，你是最重要的是看你赢那一最终赢那一把是用什么？吓、啊，系咁噶，唔系是啊，唔系睇你全程用过咩角色嘅咩？唔系，朗哥打新人王那次是罗伊。罗伊是吧？他马里奥被小春打 reset 了。不早说，那是我换一个英雄了。就是只有
不可以用吗？你要个快哥要快顶。不行不行不行，就是用过的都不能用。哦、那时候就他妈朗哥就离谱，我操，他居然去打新人赛。问题是朗哥还对你也很离谱，你他妈最离谱，你也很离谱，你是来这里之后再去打新人赛最久的一个。本来肯定有理啊，我都不知道怎么回事。然后你到现在还想打新人赛就离谱。我DK 没这个，大雄怎么说的？为什么这样看着我？难道我不配吗？对，难道混着三个龙是配吗？混子萨菲罗斯不行，混子两周就用萨菲罗斯夺冠了，我觉得真的很不行。但我现在 DK 有个很纠结的点，你知道吗？恭喜长仔包！等一下我要看冥王，那去主舞台被冥王打爆一下，我看看冥王的 DK， 我看看我缺少的到底是。